45岁已经是高龄产妇了，更不用说50岁吧。吴妈妈一定会把小 baby 给生下来。你干嘛跟我赌啊？如果吴妈妈不生，我就把香蕉皮吃光光。这个妹妹啊，是老天赏给我们的礼物。你们确定吗？有很多状况你们都还没想清楚哎。妈妈怀孕这件事情是不是让你很丢脸啊？林杰义，金子草，你干嘛把你自己关在房间啊？就和我，我已经结束了。